Hello， 新浪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彦俊。感觉非常的清凉，然后非常夏日风，对他的包包跟鞋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另外他这一次的风格跟色系我觉得都非常的新颖跟非常创新，跟以前的 Levin 完全不一样。微困然后跟开心，维他命 D、我是旅行包的忠实粉丝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我也很难去跟大家讲那是个什么曲风，但是呢表演方面的话我下了很大的功夫，然后不管是造型还是音乐都会给大家一些 surprise。 偶遇的话那就是跟踪我了，因为我平常其实不太出门，所以真正能够偶遇我应该在我家吧。对，